反正真名是啊，对，就是，嗯，那我们解放动物园，那我们 N 遍，对啊，就是一直洗啊，对，你看那种抱奶那种奶妹也是一直洗反面的、啊，对，但我都会看，我都会点赞。然后就是如果今天大家第一次来，第一次看到我们，对，我们不是脱口秀，我们是一个乐团。对，然后可以希望如果你可以到我们，觉得我们的东西还不错，对，然后可以到我们 FB 上给我们个赞，我们的赞会是很好的，谢谢。我也只会说一些人话。好，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一下的？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啊？什么音？宣传。宣传啊，对，我们接下来4月29号会到台南的什么地方表演？新城市 City 展演中心，在空间中心。好，就是一个表演的地方，对。然后那边进行我们的Season 2的 Talk Show 表演，谢谢。OK， 没有了，我们将跟我们的共演团是秋美，这样非常不负责任的这样子，就是要别人 cue 你，对。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吧。哎，但只是大家忘记什么事情，是我讲太少了吗？好，算了。好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是一个有自律的人，只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。唱歌啦！唱歌啦！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有点那个了。OK， 对，好了。